不如星光大道。哎，这什么？这什么情况啊？我给大家变个魔术，辣椒的亲妹妹。我佩服二妮儿，我想她的妹妹更敬重。抓紧了啊！别唱。掌声有请曹云金，欢迎各位星光大道三号选手毕福剑，我给大家变个魔术好不好啊？全场倒数，五，好太猛，四，有花儿来。真弄错了吗？我一到一个新栏目，我有时候忘了自己姓什么了啊！好，我叫毕福剑，希望大家多多关照啊！我们欢迎毕老师。你这上边哗哗一说毕福剑，哗哗就反应。是。我刚一进来，就在后台那爷们儿，哎呀，只看我那热情，哎，快进去吧，今儿没白来，今儿可以看老爷。啊，行，大家，我心话，你是啥意思？表扬是批评？你这都。行吧，你看吧，看一眼少一眼吧，啊！还说什么呢？不过我们今天真的特别感谢毕老师来到我们回声聊聊，这咱俩搭档今天。是咱俩搭档，那对不起，跟大家说一下，小尼就叫你给买提，那哥们出事了，出事了。怎么了？现在医院。我怎么没听说呀？打吊瓶呢，他家装修的，往一走，嘎吱一下，一个钉子。踩脚上，真的，哎，那还挺拔了，挺严重的呢。哎，您帮我看看大夫，我这脚底下怎么没钉子呀？啊，他现在没钉子，他得跟你说一下，他那个钉子是从那个大脚趾头、二脚趾头之间扎过去的，他一拔就没事了。哎，玩挺开心啊！不，你来，你叫我过来干什么？你自己整。我得给大伙儿解释一下，什么情况呢？这是。就为什么我们请毕老师来呢？因为今天啊，我们要为大家奉献一期特别节目，说的就是我们草根明星，都是我们的百姓歌手。那毕老师，你啥意思？意思我也是草根。不是，您不是在那流光大道带了好多百姓歌手，都成为了我们的明星吗？您这是我们草根明星代言人啊，是不是？大伙儿说是不是？您，毕老师是今天我们当仁不让的主角，刚才说了。您是很多草根明星的领路人，但是要说您自己是草根明星，可能大家都不信。但是那也不一定，毕老师在当年做主持人之前，究竟有着怎样的经历呢？毕老师，我们准备了一个视频，带着您一起回忆一下。据说特别悲惨。好像是有点悲惨，我们一块儿来看看吧。来，
这是谁呀、啊？这是您吗？北京啊，已经是春暖花开了，温度大约也能有一个20度左右。但是在这个北极点呢，这个地儿又冰天雪地，特别的冷。有的时候我也不太想干了，我想回去。但是这有一句科学家在，我得回去，因为我有我的任务，我得把科学家整个的行李拆开。当年是1955年，我随中国远征北极点科学考察队，那是首次徒步登北极。我作为记者，那当时他那个条件有一言难尽，就是当时呢-40-50度，那冷，一天到晚在冰面上。人家那些科学家都是搞野外专门的一个科学家，他都有野外生存那个经验，我呢就一个生荒子，那时候36岁，这个登到冰面上去了。当然了，如果说草根呢，这也是做最基层的工作。当年我是做记者，摄像，拍摄呀、摄像、照片什么东西，包括主持。那时候让科学家说话，他一般他都不说了，太懒了。另外他的任务的完成，没办法，我就自己在那说两句，话到嘴边上了，就这个境况。但是保证，我成老爷们以后。就这一次哭，但是我还没流泪。我觉得其实通过毕老师的经历啊，我们也真的知道，其实每一个人在成功的道路上都不容易。那在您的概念里，什么样的人算是草根明星啊？这个所谓草根明星啊，是咱们一般老百姓约定俗成这么个叫法，实际上是一个尊称。草根，草根在最基层生长的，但是万物自然又绝少不了他们。你比如说像王尔妮，他地道的一个陕北农民的个女儿。刘大成那地道的种地的，后来在纺织厂工作，他人也说着这个草根明星。马广福啊，刘仁喜啊，这都太多了。是，那比如说咱就说说二妮儿吧，您觉得二妮儿歌唱得好，然后人又朴实，那有没有什么缺点之类的？缺点有什么呀？二妮儿个长太矮了。个长太矮。然后呢？对呀、从来不给我送礼。真的、毕老师，您别把话说太满了。对，咱闲言少叙，赶快有请星光大道的无冕之王王二妮。有请。来了，来了，早知道别跟我说这缺点。微声嘹亮，有了吗？二妮儿的优点太多了，我跟你说。您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您说，就说嘛，我就说你远看嘛，你个矮一点，但是你近看，你看多精巧，你往近看，你看都多漂亮。
漂亮，你别打结、啊、别打结，你稍微眼睛稍微仔细一看看，有年轻人吗？你看那个眼眉咔咔稍微一皱，有点囧字那意思。您这是夸人？你有这么夸人的吗？哎呦，不信来的，你看这衣服多漂亮。对，我发现二妮回声嘹亮。我告诉你，这是二妮最近第一次做的一件新衣服，这叫陕北剪纸长衫。第一次穿裙子，为了我们节目特意穿的这身衣服呀，特意设计的。特意设计的。哎呦，第一次穿裙子，从前全穿的是裤衩，就长裤。毕老师就是长裤。哎，二妮儿，听到毕老师一会儿夸你，一会儿说你不好，你心里什么感觉？我悲喜交加嘛。悲喜交加。你觉得毕老师的最大的缺点是什么？最大的缺点就是没缺点，是吧？最大的缺点就是。喜欢是假话，我就假话。怎么样？我开始说的不足之处都是假话。啊、哦，还真是。那个二妮一路成长，毕老师您都是一路见证过来的。嗯。如果说让您在我们的舞台上推荐一首二妮最擅长的歌，你推荐哪首？二妮的歌太多太多。如果我最喜欢听她的歌的时候啊，什么歌？就《爱是你我》啊，对唱歌。哎，这歌好听。爱是你我，有笑交织的生活。哎呦，你看咱俩唱的。哎呦，我觉得他们俩搭档挺合适的。你来啊！你抢我搭档，我还不能抢您搭档了。不，你不能这么抢啊！抢人饭碗。其实《爱是你我》，我和二妮唱。你和二妮唱。不是，这歌高，您能唱上去吗？你唱不了。高没关系，我和他都有默契。一到唱到高音，只要我小手咔一摆，哎，二妮就是上来了。不是，我就问问二弟，怎么说爱是你我，咱俩唱，你好像脸又肿起来了，你不愿跟我唱，他愿意跟我唱。对，我今儿不想跟你唱。你离我远，没事。你为什么？你看小妮，你不愿跟我，为什么不愿跟我唱？第一，没有他帅。哎呀，我一把岁数了，我无所谓。第二，唱歌跑调。到回声嘹亮，我到这儿绝对不跑调，我向你保证。关键我唱歌用的是陕北话，你不会是陕北话，我怕把你带沟里。行吗？把我给带沟里，就我这么有定力的人，你能给我带沟里？哎，还小样，我还整不了你了你。哎，你就唱你的陕北话，我唱我的普通话，谁也别给谁带沟里，谁带沟里了谁就输了，被人带沟里。行，哎，我们倒是要看一看谁能把谁带沟里去，好吗？最后一个问题啊，你怎么这么多事儿？你是不是可喜欢我的歌了？可喜欢呢。那你喜欢我这个人吗？你说吧。毕老师在我们会说假话，别说假话啊，说真话，对，说真话。你老爷们儿，你都60多了，你喜欢的呀？那也比您年轻。还非得我说说？哎，您非得您说。喜欢呢、啊？哎呦！你喜欢我啊？啊。那不是说了老爱上羊了吗？咱不说老爱上羊，那也是个对唱的歌曲。嗯。咱唱爱是你我，好吧？嗯。行吧，没别的问题了吧，二妮儿？没有了，在这绝对没有了啊！没有我就该给音乐了啊 ！Music， 爱是你我，用心交织的生活，爱是你和我，在患难之中不变的承诺。来自你的手，把我的伤痛抚摸，来自用我的心倾听你的忧伤欢乐。看到了阳光闪烁。
是平时你主持节目都站着，今天您坐着就行了啊。我得问问二妮儿，今天得和毕老师一起坐在嘉宾席，此时此刻心情如何？有点激动。有点激动。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啊？我愿意。好，来，请来，那个音乐啊，预备，有请两位入座嘉宾席。哎，这什么？这什么情况啊？哎，一鞠躬，这样子就高兴了。我们俩确实有非常深的感情，老爷和外孙女的感情。谢谢，有请两位。怎么样，我们今天的这期回声聊聊很特别吧，很热闹吧。那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请上的也是一位大家伙都非常喜爱的草根明星。惊喜还在后面呢，让我们掌声欢迎农民歌手刘大成。有请。一样，因为今天二妮儿在，然后关键是毕老师也在现场，是吧？紧张吗？看到他们俩坐这儿，紧张啊。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大成还很会模仿。模仿什么？模仿什么？毕老师，你能模仿吗？我就从来没见过有人模仿得了毕老师的。毕老师一出场都是这样。欢迎步入星光大道。大成是特别有才的一个年轻人，对，所以我们也特别感兴趣，因为刚才毕老师也说了，大成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嘛，一直是在家里种地，但是特别喜欢文艺。是。你平时在家都怎么练习，或者说有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学这些东西？我小时候学唱歌，其实家里人那个条件就是，但是我们村人口有个大喇叭，每天都放歌，我就在那听。我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你爆个料，他是怎么学歌的？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千万别往外说，好不好？那您说，在纺织厂里，他做工人，嗯，做工人，纺织厂里边有一个姑娘，是他们叫厂花，厂花最漂亮，就像校花似的。对，她闲的没事儿，就整天上人家那院外边去唱歌。那我的天，像我们小小猪排江中游，全那个，每天在那练，每天在那练。完了之后引起人注意了，关键最后差点让村那个保安给抓着了。你白天唱行，你晚上也在那唱啊。后来人家说，大成在厂子有个外号叫半夜鸡叫。夜狼嚎那是。还好不是。后来不瞒你说，俩人真是现在的女朋友，光阴荏苒，岁月如梭，已经喜结连理。真的假的，大成？这是真的吗？真事儿，毕老师讲的真事儿，这是我出了一本书，那书里边也讲到了。那今天我们也希望大成能够在我们的舞台上多给我们唱几首歌啊。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我感谢回声嘹亮，感谢中央电视台给我们这个这样的普通人这么一个机会，能够登上舞台。我相信以后央视也是我们老百姓的舞台，会有更多的像我一样怀揣着梦想的农民老百姓走上这个亮丽的舞台，给大家一起让大家喜欢。
今天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普通人来到我们舞台上展示他们的才华，我们也希望大成包括二妮儿尤其是毕老师多给他们一些指导和建议好吗？来，我们有请大成入座我们的嘉宾。瞬间手就要喝发抖抖个烂，哎呀夹个边边容易呀，拉花花难对唱畅想回声嘹亮。今天我们回声嘹亮呢为大家奉献的是一期特别的节目，是草根明星专场。在这里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如约的守候。首先有请第一位闪亮登场，有请。我呢来自于安徽淮北市绥溪县南卫东。来到我们这来卖菜来了。不是卖菜的胡萝卜跟羊这个大葱还串一块了。刚才是用他吹出的声音。是的是的，真的是用他们吹出来的。是的，你再给我们单独听。这个音色有点像排箫。这个是自己做的是吧？对，自己做的。不但是这，但是还有其他素菜呢。在哪儿呢？叫他们抬上来。来来来，别的蔬菜。哎呦，这可是我们平时家里经常会吃到的一些蔬菜哈。对呀、玄乎，还有香蕉啊。对，香蕉。这是小白菜吗？小白菜，这是菠菜。菠菜。菠菜。对。莴笋。莴笋。山药。山药，对。这冬瓜。冬瓜，对。这些都能做乐器啊，都能吹乐器，对，当乐器吹。说实话，我还真有点不信。我觉得我们找一个大家伙最信任的人，让他来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吹出声音。找谁呢？最信任那就是毕老师呗。我刚才看我就是他吹这个胡萝卜排箫。对，我现在看啊，确实是，肯定是小白菜是吧？对对对。毕老师，您能吹哪个？我告诉你，等会儿啊。我帮您拿吧。我给你拿。不用，我自己都可以。我的好多长项没给大家展示。哎呦，还能吹？你弄个这个小白菜，你糊弄别人，你这个。这位朋友他肯定能拿这个小白菜吹乐器。我给大家变个魔术啊，大家看一下啊。瞬间。没有了。好，那是我们道具。全是真的。谢谢毕老师。吐出来，这是我们的道具，您得吐出来。我们得吐出来。毕老师的意思是真的。毕老师，这样
样吧，你看刚才毕老师体验了，我们请大成也来体验体验好不好？那叫有本事，大成混着吃一个，来把这个南瓜给吃了，这不能吃了，这是我们的道具，不能吃了。刚才我就非常感兴趣，我说南老师怎么吹能吹哪个？大成可真内行，他各种东西他都能吹。对。你看我们舞台上大长能吹出声音，毕老师吃的也挺香的，高兴的。咱们合作一下呗，就用你刚才说的，你来吹，我们来唱。香蕉嚼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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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嚼，我太来来，我是一个香蕉，嚼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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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菠菜了，这回明慧了。我是一个菠菜，菠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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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菠留意就会发现，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东西都可以作为乐器的元素。对对。但是刚才我们说了，这大成很牛，在这方面，毕老师也非常认可。那大成能不能和我们这位男先生合作一下？你们两个能不能尝试用一种方式合作？要不然大成老师这样吧，咱俩合作一次好不好？没问题，我帮你们个乐器。啥乐器？就一个小药瓶。对呀。这你能吹出声音吗？断了几个眼儿。猪八戒没媳妇儿。大成老师，这样吧，咱俩合作这个好不好？二妮儿跟你合作啊、合作啊、你要合作什么呀？我用红萝卜吹一首鸿雁，做咱们合作。为大家请上的是第二位翻唱团的成员。与其说翻唱团成员，倒是他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的表演。惊喜的表演哈，其实我们都知道，刚才一直在说毕老师是我们的草根明星之一。我觉得可能所有的草根明星在毕老师面前都会稍许有点紧张，因为唱歌您没问题，跳舞您也能来。但是毕老师，我今天告诉您一件事儿，就是不是所有的艺术门类您都行的。
今天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就是来挑战您，一会儿您可以试一下他这个绝活，看您能不能做到，好吗？请给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大家好，我的是来自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京龙宫乡洛寨村的一名农村小伙，谢谢大家，谢谢。地地道道的草根达人啊，金泰明也算是钢丝达人了。我们都说这武侠小说里小龙女可以在这钢丝上睡觉，我刚才看你那几下子超过他了，你练了多久啊？整整练了18年了。18年？哎，这个专业上叫什么呀？专业上叫软钢丝。软钢丝跟平常走那钢丝是完全不一样的哈，跟硬钢丝区别很大。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请来的这个达人。怎么样，毕老师，这您比不过人家吧？能来吗？非得上吗？别，我开个玩笑，老爷，我开个玩笑。没有，没这意思。您点。我告诉你，我打小我跟你说，我就开始3岁，我就开始练钢丝。我练到已经40多年了，我跟你说。李老师，我本来我真想给大家表演一个，但是小妮告诉我可以不上啊，可以不上，大家就别看了啊。不是，您可以给我们点评两句吗？点评两句，他太绝了。因为这个软钢丝和硬钢丝的区别特别大，我说你们确实听不懂。您不是练40年的吗？不是，我就说我这个意思，你咱就说这小伙，我跟他没法比。你看他的肌肉多棒啊！你看他的肌肉，那小妮，你把你衣服脱了，和他比比肌肉。干嘛让我比呀？所以说，如果说草根艺术，这是真正的草根艺术。毕老师对你的
这个奖项也是非常非常的肯定的。你今年发挥正常吗？还有没有什么可以更绝的地方展现给大家？我有一个绝招，可能全国就我一个人表演，挑人走软钢丝。挑人走软钢丝？你要挑谁呀？你这我先下去会儿，我有点肚子不太好。哎，毕老师不一定挑您。您别害怕，不是您。您这样的真不行。哎，毕老师这样的体格是不是不太符合你们的标准要求啊？嗯，我怕这个钢丝承受不了。哎，那您说说要求。我一上钢丝受不了，哎，我肚子没事儿。哎，那您说说吧，你需要什么样的人配合你才行？我需要两位女生，我觉得二妮老师上去比较好。二妮上。我觉得真有点难。二妮，你上不上呀？快走，快走，快走，走。好，来，我给大家找一人，现场观众朋友们有没有愿意的女士？来，这样，金泰明，你跟两位介绍一下，跟我们大家伙介绍一下，两位需要怎么配合？他们就要坐上去，我来回像荡秋千一样，他们不要害怕就行。这不是说不害怕就能不害怕的，行吗？你买保险了没？没买。啊，这位观众怎么样？没有问题吧？没有问题，我没有问题。没问题。胆子挺大。放心吧，既然我们能请来的绝活达人，绝对没有问题，一定会保证两位的安全。金泰明要加油了，来，我们请两位，多谢各位。来，我们请这位观众站在这个椅子上。二妮儿站在这边的椅子上，现在什么心情？二妮儿，心跳加快。心跳加快。小心啊，一定要抓稳了啊！准备。哎呀，这个有点像荡秋千。接下来金泰明要登上这根软钢丝。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你看两边的重量不一，他得调节一下这个中间平衡杆的位置。抓紧了啊！害怕吗？害怕。平时荡秋千吗？荡的很少。荡的很少。好，现在上软钢丝。害怕可以闭上眼睛啊！接下来是一个特别关键的时刻，因为金泰明要登上这根软钢丝，掌声在哪里？他已经渐渐的开始行进了。一步。两步，我觉得毕老师也开始行进。毕老师你是要把二妮蹬下来吗？您别让金泰明太紧张了。二妮儿紧张吗？不紧张。好了，不紧张好，来对唱。呀个嘟嘟手就要哈哈，撒刀刀个来。哎呀，夹个面面容易呀，拉花花难。对唱。咱唱唱。别掉下来！还敢招手呢？不上个花花呀，找一找个手。小心！掌声送给金泰明，也送给王二妮儿，还有捣乱的贝老师。当然也要特别感谢我们这位观众朋友。谢谢。哎，我觉得二妮儿也是挺勇敢的，在那上面还跟贝老师招手呢。就是我相信他可以，其实心里不怎么害怕，故意逗你们的。哎呀，您现在我们都被你骗了呗。您现在下来了，倒不怕了哈。那再玩一次行吗？啊，不玩了。谢谢二妮儿，谢谢二妮儿。当然我们也今天特别感谢的是我们刚才为我们带来精彩绝技的金泰明，也是我们的一位达人。谢谢金泰明，谢谢。好，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请上的是翻唱一对一这个环节的最后一位翻唱团成员。这位成员呢，一定会给我们现场的观众，尤其是嘉宾席当中的一位巨大的惊喜。来，掌声有请他出场。山上的那坡坡，哎呦呦，阿哥他。
王小妮是王二妮的亲妹妹。二妮儿也不是年赛冠军，也不是月赛冠军，也不是周赛冠军，他凭什么总上星光大道？我不知道，因为我也是选手，你叫我来唱歌我就来了。春风和春雨结成了缘分，我洒落汗水在田野上扎根。多少成被淘汰了？哎，怎么又跳下来了？行，毕老师您又跳下来了啊！哎，你怎么越跳越回来了？怎么还带着胳膊往下跳呢？您是一时不如一时了，怎么下来了又？哎呀妈！哎，您这栏目哪？星光大道啥栏目这是？看着挺眼熟啊！啊，我觉得好像哎。好像中间那位。你来自哪里啊？陕北。陕北也是陕北的啊，是二妮的忠实粉丝。模仿者，那喜欢二妮的歌吗？有点。哎，那你用你们家乡的话问候一下我们现场的，还有电视机前那么多观众朋友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王小妮。哎，这名儿。小妮儿也是根据二妮的名字给起的。怎么那么像你的名字呀？小，我是小妮。她是小妮儿。大家觉得跟二妮像吗？特别像哈。我得问问毕老师，像吧？像，非常像。其实不用说，我看观众朋友们好多都有反应。王小妮是王二妮的亲妹妹。真的是亲妹妹啊。小妮这个今天算是来给姐姐翻唱她的作品来了。姐姐的歌都会唱吗？会。会。哎，那我先考考你啊，就是那首最经典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再来一个走西口。我不喜欢他那个走西口。走西口你不喜欢？那个走西口不太好听，我爹。您问过为什么不喜欢吗？我的歌他一般都不太喜欢。哎呀，真的假的？为啥呀？为什么呀？他比较喜欢流行歌。我先插一句话。王小妮虽说不愿意唱姐姐的歌，因为和她的年龄有关，他觉得更时髦一些的歌好听，但是他打心眼里特别佩服他的姐姐，特别感谢他的姐姐。这段我得给咱们回声嘹亮的观众朋友们说说，这个可以随便传送，随便告诉别人。小王二妮啊，了不得！我看到了他的妹妹，我就想起了王二妮的经历。小妮在上学，一直是他挣钱供着他们家的小妮儿、小老三上学。二妮儿自己宁可不读书了，他家经济条件特别差，他三岁就能唱歌，咿呀呀就可以唱歌。当然了，跟老爷没法比了，老爷们慢，老爷四岁才会说话。哇，三岁唱歌，五六岁他们村子有个小演出队，红白喜事儿，他都跟着去跑堂。十来岁的时候就给他钱了，5毛、1块、2块、5块。完了之后他二妮跟着唱，他就不让，让你上学去。他挣钱供着自己的妹妹上学，一直让他上到大学。老天是公正的，给他关上一扇门，必然打开一扇窗户。王二妮自己没有上大学，没有经过高等教育，但是她在基层为了她的妹妹练就了一个好嗓子。所以我说我佩服王二妮，我想她的妹妹更敬重王二妮。是啊，其实我觉得刚才毕老师说的特别好。小妮今天来也是用自己的行动在表示着对姐姐的喜爱。不过我姐那会儿照顾我们确实挺多的。那会儿我和我弟弟都在她那个工作的地方上学，她那会儿不光要承担我们的学费，还每天给我们做饭，
洗衣服、买菜了什么的。不过他那会儿做的饭可难吃了。哎，我发现这孩子经常就说着说着就说是，说话他都给你们做什么饭难吃了？你那会儿不知道是为了省钱还是什么的，就每天给我们上午熬豆角，下午也是熬豆角，第二天还是熬豆角。天天吃豆角，那是为了给你们省钱上学买书。不过说实话，现在你看姐姐在北京发展了，是不是还挺想念姐姐当年给你们做的饭？如果还给你做豆角，你吃吗？吃了吗？吃了啊。二妞，我问问你，你看当时为了让弟弟妹妹上学，自己依然放弃了上学这样一个好机会，心里现在想想会有遗憾吗？挺遗憾的，因为就是觉得自己毕竟没有上过大学嘛，看见人家大学生呀什么，一般都特别羡慕，就是很向往那种生活。但是我觉得为了弟弟妹妹，一切都是值得的。我们把二妞举到舞台上吧，两个姐妹站在一起。今天我们也看到这姐妹俩长得还真是挺像的啊。我现在想对我二姐说，现在我们也都长大了。看着她说。我觉得已经有好多话其实是小妞一直藏在心里，害羞或者不好意思对姐姐说的，今天也可以在舞台上对姐姐说。现在我们也都长大了，就不要为我们操心了，好好发展你自己的事业，把歌唱好，坚持自己的梦想。没有太多机会，因为我们感觉到小妮儿的性格就是直来直去的，没机会发表自己的这个肺腑之言。哎呀，我觉得今天这个姐妹二人在我们和声嘹亮的舞台，这个瞬间特别幸福，因为只要姐妹二人站在一起，一家人在一起，哪怕生活有些贫困，哪怕生活有一些困难，但是只要一家人在一起，一起朝着同一个目标在努力，我觉得那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情。所以今天姐妹二人携起手来吧，在我们舞台上共同为我们唱一首歌好吗？可以，我放歌。哎呀，您又来了，在关键时刻。我老道，你这我选手是第一个放牧。下面请听两个女生合唱，表演者王二妮儿、王小妮儿，歌曲的名字叫《高原蓝》。回声嘹亮，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是翻唱一对三这个环节。这个环节的难度非常的高，如果说我们前几个环节上来都是大明星的话，接下来能够担此重任翻唱一对三，那必须是大明星。
明星。是啊，而且他这个来头不小，在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他竟然敢调侃毕老师。敢调侃毕老师，胆子也太大了，究竟是谁？我们先拉出来看看啊！掌声有请曹云金。曹云金，见着这个老对手了，毕老师永远活在我的心中。上来就一句啊，曹云金，我觉得不像开玩笑什么的，53岁上春晚毕不见，你不像开玩笑，你想好像觉得我活的应该时间再短一些，是吧？特别喜欢毕老师的节目。常看着他的表演，所以喜欢他就愿意跟他开玩笑。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梦想，不是，我就一直希望咱们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要是能由我来主持。小曹，你老是跟我过不去，你要有本事，你真能把我挑战下去，我也不在乎啊。我觉得这事儿是这样，不应该说是挑战，因为毕老师我还是尊重他的，非常尊敬他。我觉得啊，其实观众更想看毕老师当一回选手。我为什么要？他没这么说，我当选的。你不信，观众朋友们，下面一看。咱来第几关？星光大道一共4关，你告诉我，小曹。家乡美，家乡美，行，家乡美，你给我个别麦克风，我当选手，那俩选手那就二妞和大肠。那咱俩呢？那我们俩就直接休息了。你们两个人当嘉宾，那挺好啊。来，毕老师，毕老师，请吧。各位啊，灯光音响，来，全场倒数5个数，5、4、3、2、1，开始。有请。大道主持人差点摔一跤的曹云金，欢迎步入星光大道。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新任主持人曹云金。今天我们请来了3位重量级的嘉宾，这3位嘉宾到底是谁呢？用你们的掌声请他们出场。首先介�绍我们今天的3位选手，1号选手刘大成，2010年星光大道年赛冠军。他没比赛了，现在新的刚新的。这是之前的冠军。2号选手王二妮，你是不是年赛冠军？不是。那你是月赛冠军？不是。那你是？周赛冠军也不是。是啊，您站这儿来。这个二妮儿也不是年赛冠军，也不是月赛冠军，也不是周赛冠军，他凭什么总上星光大道？我不知道，因为我也是选手，你叫我来唱歌我就来了。大伙儿你不用鼓掌，我刚才问了，不是年赛，不是月赛，不是周赛的冠军，为什么总上星光大道？肯定有黑幕。黑幕也不是，我是你，你是星光大道主持人。我觉得能让毕老师当选手，这就已经是黑幕了。你见过这样抢风头的选手吗？好，我们3位已经就位了，马上进入星光大道最精彩的环节——家乡美。有请1号选手。亲说我善良，爹娘说我勤奋，亮堂堂的嗓子喊出能高兴。我是快乐的中间人，我的名字叫孟云，家乡
有请二号选手王二妮闪亮登场，第一乐。最不热烈的掌声，请出三号选手毕福剑。音乐 music 我不知道。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的名字叫毕福刀啊。今天呢，参加这个第三关的表演，我们一般就一定要用自己的长项克别人的短项，所以我既不唱京剧，我也不唱民歌，我给大家变个魔术，好不好啊？你看，这好吧？你看都说好的吗？来了，就是这些魔术嘛，就需要咱配合。我就意思说，大家能不能配合？那我随便，我就可以变魔术。就一个笔，注意看，这是不是普通的笔？这是一个油笔。这油笔啊，可以做出好多文章。当然了，前提是要拿别人配合。有没有朋友配合一下，支持一下？兜里有没有钱？大家看，仔细看，非常简单，这就是一般一个人民币，它好看，人民币不能折叠，不能损失，一损失它就不行。我的本事就在哪了？啪，一吹气，东西就变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小哥，透了，就是它透了，看见了吗？他看透了，你，但是人民币不能损失。大家看一下，啪，你就穿，完了之后，你肯定是个洞啊，啪，你就发上去穿，这就，大家看看，人民币完好无损啊，看见了吗？毕老师演的怎么样？现场观众怎么样？说好。咱把刚才的二位选手请到台上来，让现场观众打分，可以，行不行？观众好，有请刘大成、王二妮，我们全场倒数五个数，最后观众评委给三位选手打分，全场倒数五，淘汰吗？四、三、二、一，选手不许偷看，你看。别说，三号毕福剑还挺快的哈。刘大成，你完了！刘大成完了！我获胜，刘大成落选，我刘大成被淘汰了。没有，跳下来了。行，毕老师您又跳下来了啊！哎，你怎么越跳越回来了？我怎么还带着他往下降呢？您是一时不如一时了，怎么下来了又？哎呀妈！哎，这栏目男，星光大道啥栏目这是？再降着啊！我们来看一下最终得分啊，一号选手刘大成280票，二号
号选手王二妮300票。三号选手毕福剑294.5票。249.5票。主持人，主持人，249.5票，这个我再加0.5票。啊，不对不对不对，毕老师，为什么您还有半票？我今天获胜的是二妮。一般的获胜选手都有获奖感言，二妮讲两句。我这个结果太令我意外了。其实我把落选感言已经想好了，获奖感言我没有想好，因为我一直都是落选，我太习惯那个感觉了，这个感觉让我有点不习惯。不过我觉得你也感受一下这个夺冠的。不过既然今天今天能让我拿这个冠军啊，毕老师、大成，你们不要生气啊！主持人，我有一个想法。对咱获胜者发表感言，咱落选呢是不是也得？当然了，毕老师落选了，也得发表他的落选感言。真的，真的，那当然。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从小在陕北的黄土地上长大，我梦中一直在主持着这个节目，我主持了8年。没想到今天落选的厄运会轮到我的头上，我非常感谢我的爸爸、我的妈妈，他们拉扯我大不容易啊！我也痛恨这个栏目，这个栏目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呢？有谁是节目主持人呢？头上连一颗头发都没有，他就能当毕福剑？我最后只想说一句话，大家。不要为一点小小的挫折而气馁，没有关系，星光大道我不做选手没关系，我不做主持人也没关系，我可以到另外一个栏目当中当主持人，另外一个栏目它叫回声大道。哪来的回声大道啊？我以前都是单班啊，一个人整天在主持，我今天发现我到回声大道可以找一个伴了，我跟你父母一起主持这个大道。你还真走了、太好了，我就等着这个时刻呢。哎呀，咱俩主持这个节目给老百姓带来快乐呀，他非常高兴啊，你真找到归宿了。是啊，从此以后啊，人们不会叫你李思思了、人会叫你毕姥姥。是哪儿跟哪儿啊？哎，咱还得说说那口号，我们那口号咱们得再说一遍。就是重温时代经典，唱响回声大道。谢谢毕老师带着两位学生来到我们回声嘹亮的舞台上。但是其实今天我们通过这个环节呀、让陶云金圆了一个梦，同时也让二妮儿圆了一个梦，在我们回声大道上当了把冠军，感觉很过瘾吧？过瘾。我们还可以在冠军啊，我们可以满足你一个心愿，你有什么心愿吗？其实我今天特别感谢毕老师和大成来给我配合，让我得这个冠军，所以我觉得下面我应该和毕老师合作一下。合作一下？对对对。看什么节目？白毛女。白毛女、你是喜儿呢？她是我爹吗？毕福剑再真正做一把演员，好吧，做一把选手。亲爱的观众，我要别出来有好节目了，最后我一个绝活，你不知道，你能等会唱个绝活。不好意思，对不起大家。今天我们就是因为要给我们唱好多歌，也非常的辛苦，包括刚才也完成了那个挑战项目，所以啊，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二妮，回应他一下，好不好？没事吧？没事吧？我闺女啊，没进过城啊，今天进城了，我刚给她买一双高跟鞋，不习惯，不习惯。当然这是现在的事儿了，咱下边说说从前。你有意思。Yeah.
来刀斧斩下了几个剑，几上尘毁了二金面，怕叫东家看见了，揣在怀里死无天。家的闺女有花儿戴，你爹我钱少不能买，扯上了二尺红头绳，我给我媳儿打起来，哎，打起来。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歌曲的嘉宾呢是刘大成，掌声。望着我的眼，母亲对我说，除了点命没啥了不得，没啥了不得，邻村的大给你打招呼，你别假装不认得。我说父亲，我记住了，抬着我的肩，父亲对我说，挣了几个钱没啥了不得，没啥了不得，村头你二爷的小屋就是他，你也要去坐一坐。我说父亲，我记住颇丰啊，这个妹妹来展示了歌喉，同时你还当了冠军。但是今天要有一个完美的收场，为我们最后带来什么歌曲？我最后要为大家演唱一首我的新歌。嗯，这首歌是何牧阳老师为我写的一首大辫子，我们一起来听听二人真情的演唱。的灯芯，娇美的
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也标志着我们本期的回声嘹亮要和您说再见了。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感谢毕老师、二妮儿还有大成光临我们现场，再次谢谢你们。还是那句口号，重温时代经典，唱响回声嘹亮。观众朋友们，下期回声嘹亮，我们再见再见。